点。列列练练练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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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训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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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熟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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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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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练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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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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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每天都会练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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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武术练到家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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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花很多时间练钢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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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上大学时经常练跑步他上大学时经常练跑步。他上大学时经常练跑步。他上大学时经常练跑步。要想身体健康，就应该多锻炼身体。要想身体健康，就应该多锻炼身体。要想身体健康。就应该多锻炼身体。要想身体健康，就应该多锻炼身体。炼钢熔炉一种通过酸性转炉法将生铁炼成钢的设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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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